看一下，看到小孩子的状态，针对小孩子有三点开始的开始的下一下的思维。Queen of Broadway。可以用中文吗？好美。姐，胸部就是 King of Burberry， 然后好帅，而且很瘦，因为他今天穿这套就整个人好年轻，然后非常时髦，然后又很显瘦，我觉得感觉好像回到20年前一样。上又帅，那你自己觉得如何？然后有没有机会两人穿一起公开？跟丁丁啊，而且刚才穿的是欧巴，换大哥，那个就现在就先讲，就差不多，然后穿插在买什么东西，我们模式的时候，刚刚那个姐夫有用Queen of Burberry， 还有非常漂亮，这个来形容你，那你可不可以用？那就一定要呼应啊，姐，胸部就是 King of Burberry， 然后好帅，而且很瘦。今天有跟姐夫一起另类出席，有没有被姐姐大人说不要再蹭姐夫的话题了？哦，这倒是没有，因为这没办法啊，我们是同时被邀约来 Burberry 的 party， 所以我姐也不需就是警告我，因为我们俩就是一起接到工作，然后可是因为今天是姐夫先到了，然后后来我一到我就看到远方姐夫正在拍照，我就说胸部，然后他就讲婷婷，然后我就立刻以国标舞的方式去迎接他，就说胸部胸部，然后他就也以国标舞的姿势，他本来很帅在那边拍照这样，然后说婷婷，我想说其他人会想说，哎，原来他也有这一面啊，所以就我们俩在工作场合遇到是很开心的。那今天给姐夫的装扮打几分？觉得他多帅？我觉得满分，因为他今天穿这套就整个人好年轻，然后非常时髦，然后又很显瘦，我觉得感觉好像回到20年前一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